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要惹民怨的，惹民怨，惹民怨。对，现在都全部躲在这下面了，然后拿着武器把蓝光帽拿掉，然后不要躲出这个范围。等一下，盖大一点，你这个要躲四个人，太窄了吧？盖好了你啊，我是盖好了你。欺负高子，对啊，这样子我等一下来欺负安德哦。世界每个人都一样高好吗？不会有人跟安德一样高的。哎、欸，那我们就东南西北各站一个人啊。进来。旁边不用围起来吗？不用啊，手伸不进来，他的触手伸不进来。我钻剑，完全因为我不敢去砍他。上我你们我好怕哦。真的吗？我开打了，好，有点可怕。一人面向一边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啊！你看他们打不到，一人解决一边哦。我这边的观众还会跑去你们那边哎！这边工程瑕疵哎！谁？谁都一个动不前填啊！我啦，抱歉啦。废物！我看到惹民怨，这个我最会了。我看我最会招惹大批人马来我面前的。是都不过来啊？没有，你要盯着他们眼睛看啊。有些可能心地比较良好吧，心地比较良好，对啊，各种身高欺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这真的就是用身高欺负人、啊，臭高子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被我剑挥到，走开啦，那我回你，臭高子不敢，就是打很快，欸、我来修，你哎、欸，你居然偷袭我的猪，谁？珍珠，你的珍珠，还没修好，再修一下。你只是想吸经验哦、喔，不早讲，经验给你啊，我要珍珠啊，我要修那个钓竿而已啊。臭高子呢？臭高子来了，高子来了。再打多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再惹几只，我只有一颗珍珠而已。等下给你了。高子来了。来，都来。高子全部聚在我面前，哦，好恶心哦、喔，这个好像。喜欢你，高子喜欢你，我这个好像蜘蛛在我面前爬，超恶心的哎、欸。超多脚。Yeah. 还有吗？怎么没有了？都跑去找你了？都跑来我这边的吗？有明怨，赢到了。终于到船，一次只能打两只了。飞天鱼贩有什么鬼呀？你们什么又在飞天鱼贩？对哦，上次有人说什么那是飞哥与小佛的梗，是不是？兔子那是什么？飞天鱼贩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我很喜欢飞天鱼小佛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梗哎、欸。糟糕，我现在去 Google， 我现在太好奇了。好了，我惹完民怨了，还有人珍珠不够的吗？我只有一颗，要几颗？我给你14颗，来。你有多少啊？我有30颗、哦。太多了吧？因为我的剑有掠夺啊。是他们的爷爷。你才爷爷啦！飞天、欸。你们身上有木头？你们身上有工作台吗？可以加一个出来借我吗？好有，等一下。年轻时曾是飞天鱼贩。啊，这时候没有特别的印象，哇！那个十字准星来就对了。十字准星，飞天鱼小佛是谁啊？飞天鱼小佛 ，AK 鱼小佛。对啊，飞哥他爷爷。谢谢苏泰瑞。好了，兔子你可以收回去了，你可以收回去了。飞哥他爷爷吗？我被揍了。对啊，兔子你的工作台在那边。好。可以吗？你们可以吗？不行。那怎么办？跑。好，那你跑吧。不跑了，掠夺，好多经验哦，好爽哦，都好了，那我出发去前面那边哦。都够了吗？那个珍珠？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去中介行程啊。中介，蓝光帽带回去哦。我是没带回去啦。你在线？哎、欸，这个在空中哎、欸，而且好远哦。有没有别一个洞啊？有吗？我看是没有了。多久啊？我绕一下好了。等一下，不用，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就好了。我怕。不用怕啦，是我在扑哎、欸，你怕什么？这有点困了，好睡觉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法师，不要来下面帮我吸一下。我说梯子啊，这个啦，帮我吸一下啦。啊，小奈吸走了，好吧。啊？没有梯子啊，梯子，我要叫你们扑上来啦。你真想理他、欸？你就我只是叫你帮我吸一下而已啊。我丢出去了。那法师吸一下，哪一次了？不要那么狭窄，走上去很容易水滚下来吧？不会啦。小佛的爷爷，我知道飞哥跟小佛是同父异母啊，同母异父。对啊，这个我知道。到底是同什么同什么？同母异父。剧透。对。谁是什么剧透啦？对啊，他们是啊，而且那个就是为什么那个小佛他有因果墙？
对啊，这我们现在是要聊飞哥与小博吗？好啊。没有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来聊一下，来聊一下，不然他们都说什么飞天鱼饭那个梗，我都不懂。我也不懂。我也不懂。哎，法师，我铺前面啊。他爷爷啊。你我铺前面啊，你左右帮我护一下，这样。废物。你来。没有你。哈哈哈！现在完全没办法铺方块。左右帮我护一下没？护没？你到底要跟我讲一下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高了一格啊，我好像高了一格哎。刚刚那个不好算啊。爬爆！好恐怖哦！哎，我不止高了一格，我高了两三格哎。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思考一下，这要怎么下去？让我思考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法师，你放得到下面那一格吗？我放不到，哎。我来了。好好。我看你回来。好好好，我回来，回来。对，不要挤，推挤，超不得。让我推挤。请勿推挤。好难走哦，这个。我现在切这个视角真的是很有一种 PUBG 切第三人称的概念。PUBG。PUBG。PUBG。啊 ，PUBG。PUBG。Oh, 等一下，小嫩借过一下。法师，你可以吗？应该可以把南瓜拿掉了吧？可以啊。看什么键，然后把它吸过来。你可以看你后面。要怎么样才会吸引到安德？就是你拿着武器，对着他。会来的、啊。那你拿其他的，他也会来吗？那个判定就有点讨厌了。对啦，这个就有点讨厌。你们说怎么吸引到安德吗？反正就不要，对啦，就不要去看他眼睛就好了啦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我们后面不是有那个十字吗？啊，十字没有对到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十字对到他的紫色眼睛，他一定来。哦。然后如果你的十字是往地上看，他比较不会接近你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头都低低的、啊，我不敢在人家面前抬起头啦。坐死喽！你的楼梯是有瑕疵啊！不是，我得连到下面去啊！你不要动。好，交给你了，建筑大师。我要当个谦卑的孩子。对，我们要当谦卑的孩子，头不要抬太高。我真的很怕哎、欸，以前就是没有那么怕安德，自从某一次 UHC 被安德攻击之后，我就超怕。这个到底要怎么下来？好可怕！下得来吗？这个我觉得跳到这平台上啊。好啊，来，我要帮你赌吗？可以啊。好。其实安德，你不看他还蛮和平的。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开麦快来玩，我整间房间就剩下我跟那个安德。好恐怖，超恐怖的啦！你有啊？你有朋友陪你玩啦？有没有朋友玩？你有石头、啊？有，我有，这里，我们都支援你，都支援。支援，掉下去了。被小奈吸走了。好了，应该这样就跑了。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啊！可以往上吗？有办法往上吗？先进去再说嘛，回来的路以后再想嘛。屁！好了，往上是绝对可以啦。好了好了，我进去了。逃向远方，逃离这座岛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丢了没有动？等一下，要等。等一下，那个有一个人在船上要等你。路，这个路。不去了。等一下。没有动静哎、欸！你没有过来吗？还没。没有，我刚丢了一颗就没有动静了。再一颗啊！小奈先好了，你离那个比较近。为什么要一直把苹果丢出来？因为我丢不到。等一下哦。好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们有一颗中介珍珠射过来了，谁的？我的。欸、没有船吗？坏掉了。有啦，它会传啊，会传。不然你就重登一下啊。那个哦。那个也太那个了吧，所以好恐怖哦！这个时候，我再丢一次。哦，有，哎、欸，兔子小心 shift， 有，我知道，这里很恐怖啊，超恐怖的、啊，真的，而且哦，那个安德好可怕、哦。你们那门可以吗？不然我要过去了。过来，记得第一时间按住 shift 啊。右键不是 Q。我在思考着，我要不要？哦，右键哦，右键。头带回来，我怕。你该不会按左？你该不会按 Q 吧？难怪传应该是哦。谢谢您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